欸，不好意思，你知道他当时的那个是坐第几？他是买确定是408的车子回来这样子。我们知道他坐这一班火车，可是我们不知道他坐在第几节车厢，完全都不知道。然后名单本来他就是很独立的小孩子，所以都没有事先跟家属告知。他就说要回来，可是他没有说坐第几节车厢，有跟我们讲说他几点到。对，是在车站。没有，我们是时间到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知道火车已经发生事情了，所以我们去火车站没有接到人，我们就知道说可能事情不是很 OK。是讲坦白一点，我们军方有一直协助我们，所以我们是算已经算蛮快速的找到人，就是不幸的消息啦，就是说现在到底是不是全尸我们不知道，还在那个，对，我们已经做好最后的。